Je veux un W.杀戮本身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谁要死呢？我放W吗？我自己做主，想怎样就怎样。有点草率了。 永远不嫌多。从今往后，谁都别跟我指手画脚。 给我一把好刀，我的敌人爱不起来。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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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错。 战争总是拖泥带水，我的手段干脆得多。 我自己的路自己走。 不用再冥想，也不用再看人脸色。我一个人干活，这对大家都好。 那好像是，怎么放松了？一个单杀，3比0。 我自己做主，想怎样就怎样。有灯笼吗？给我个灯笼。从今往后，谁都别跟我指手画脚。 完美的执行。
我去，怎么还是单杀呀？如果他们够聪明，就已经吓破胆了。人终有一死，我只是天意。越吗？直接拉塔点了。拦不住我。太自信了。你倒霉了。九级的艾克，九级的艾克，我整懵了。不用再冥想，也不用再看人脸色。3-0，搞个帽子。魔法是不难吧？正好我家里也要等一会儿。哎呦，喝口水差点偷袭我。4-0。克制不是我的强项。这样子想杀我，等我弟的气过来都得死。我这个野味无敌，不需要我了。你们怎么杀完了？这把 MVP 不好说，还真有可能不是我的。这男枪战绩也挺好的，四个单杀还行吧。